嗨，你见过好吗？丢丢妹海鲜直播，留言加一，请起来。笑死我了！这把不错哦，感觉这三个很好猜。刚玩的就八仙认证不难得，真的是太简单。我之前有看过一个 ID 叫做议长的劣地冲击，我猜那个人也被抓。你们他妈一群玩地狱梗的，好恶心，真的好恶心。做人稍微还是要有点良心。男枪打野，对面这把没什么伤害啊，就男枪跟 MF 在悟空面前，没有什么 EQR 解决不了的事。你往他妈能喊多过几招？On my way， 开锤，喝水，结束，锤 ，A A 双杀，老孙走了，嘿嘿，我帮你拿个螃蟹碎石，哎呦，哇，刚闪上去。你线吗？哇，我真的是硬把你这头捞回来，还好他线炸嘛。那你一堆兵为什么让他？他打到死，是他说他不是公安，你会信吗？我是打死都不会信的。哎，我抓你，爱搞，喜欢闹，哎，喜欢闹，哎，你那么喜欢闹，嘿嘿，这就是反野的代价，知道不？能不能揍他一顿？哎，撞了，喂。太好，这么能打，兄弟你这么能打，当场锤死，哈哈哈哈，你真的能打啊！到底是闹爽没啊？啊！你怎么送走啦？你到底在干嘛？哈哈哈！开一个吃炸大军！哇！你妈个去！哇！这没怼到！他低血压了，你也太送了吧！干你娘的回头！你怎么能这么烂呢、啊？巨菜无比！嗯。这是躺平型建模吗？这么认份啊？这懂事的令人心疼。呜呜！棒子，160，吃皮皮，哎，棒子长不长啊？死掉掉喽！不要再送了，剑魔050，够了没？送爽讲一声好不好？看全怪上不上头，只要全怪上头，这把就有救。贝特，贝特，贝特。没事。啊！不说了，不说了。完了，补烧了。他这屁眼是在哭是不是啊？屁眼是扭啊！
大棒一转，结束。怎么办？神怪怎么办？好想杀我，神怪！神怪好想杀我，他好想怼死我。儿子一叫，二塔要没喽。你说这他妈有点离谱了。毁烂，结束。救我儿子！救我儿子！救我儿子！赶快，赶快！干了你啊！不救我儿子，妈就是废物。刚救我儿子还可以再顶一下。我有真龙，真鸟。到底有几百个敌人啊？转了啦！他们知道在干嘛？上下分追哦！大龙啊，大龙，大龙，大龙，拜托，拜托，大龙 ！Shut the fuck up！ 抓小！你慢些回去，不要单杀。水弹，一棒敲死你这畜生！我要留一滴，等熊怪走近我再吃掉。老他们看着我，强奸他的野怪。你心态爆炸！对吗？这很重哦。兄弟，你这个很重啊！别招他小啊！你别招他小。笑死我！他竟然以为那种低能转角可以甩掉我，他竟然以为可以晃掉我，你这个东西简直可笑。知道吗？算了，我过来看来不及了。真身位，他秒不掉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到？你看到是，哎呦！他知道我这个速度过来，他是来不及吃鸟人了。他竟然幻想要吞食我，要广天 T1 支持化。那个悟空就稍微差了一点，到在哪我相信大家应该稍微也看得出来。Owner 可能平常没事还是要稍微看一下直播。有一些主播啊，就虽然可能已经退役很久了，但那个身手观念还是挺有的。有时候看一下直播，稍微学习一下，可能也不坏。别招他小，干嘛、啊？他一个男枪怎样？又要嘴了，又要嘴了！哦，所以是我按 record， 你才不小心走上去送头，是不是？妈的，自己走上去送，他们嘴还小啊！你自己走上去送是我的错吗？完了，双杀，可以杀还可以杀。帮帮帮兄弟帮帮兄弟帮不帮是不是兄弟就这一句是不是兄弟是不是兄弟可以帮爆锤终极悟空巨猛无比啊你还不是靠我 C 的啊不是靠我 C 的你都在嘴什么
这里是 T1， 由于 JG 选手 Warner 的悟空在本次 MSI 的表现不佳而错失冠军，经过诸多考量，我们决定在夏季换上台及悟空神打野选手 Dinter 丁特冲击世界冠军。안녕하세요 Dinter 입니다 Dinter 입니다 OK 咱们嘻嘻哈哈的，还有一卷卷，哎，怎么样？写满的，兄弟满的。老实点。Dinter 的朋友去世了，我去参加他的丧礼，但我以后去世的时候他没办法来，这样的朋友还值得深交吗？绝交啊！老实点，给赞，知道吗？妈，一群混分废物。S 加悟空 4.3 是什么？可怜守门员，哭哭。我的五福也懂守门员啊，换条狗都不至于。熊怪跟中路在嘴，举报一下是中路。上路烂归烂啊，但起码他挨打站直，没有嘴炮。不要，等一下。丢丢妹，海鲜直播，留言加一，听起来。